那人跑过来了，后里一个，给我那又给跑扫过过来来一了。个，他俩那一姓周队的，的，他俩都看到了吧这边？看着了。看到了吧？啊，他们俩那唠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让唠人的看挺到好的。咱了，这关键时刻。嗯，烦了，我想烦了。看，还在那儿。打药，留着药也没用。出。轰！我操，志哥，你得来呀！我操！到我们这来了都。我的天呐，完事儿吃鸡，行吗？我说带大伙吃鸡，咱就吃鸡，嗯，完事儿，行不行？嗯，吃鸡还不简单呢。